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我来。学长想切磋，你快点过来，快点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些记者都跟疯了一样，他们从别墅一直跟到校门口。你来的时候小心点。什么呀？那是别人专业前线记者同志辛苦劳动的成果。那么努力为群众获取娱乐的消息，那是正能量。那是专业，你懂什么呀？哎呀，好好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海洋学长，嗨，你别重色轻友啊。小雪妹，这么巧。嗯。你车胎怎么没有气了？我帮你看一下，很危险的。不是吧？要不喂？喂，笑笑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你开的时候没有发现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我看看这边。哎喂，你没事吧？ 我好像有事儿，学长。学校就在前面，我扶你去浴室。那多麻烦，我麻烦你好多回了。没关系，这几步路。谢谢。哎，在那儿。哎，来了。来，这，拍。文文班学妹，需要帮忙吗？学长方便吗？方便，快上来。学长，你怎么不问我去哪儿啊？哦，对啊，你们去哪儿？东江路408号。好嘞。我怎么感觉不是这条路呀？冯彪学妹，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现在这个时间点堵，所以我们得绕一下路。放心吧，你说的那个地方我熟，一定带你们安全到达啊。好。学长啊，我觉得照你这么走，好像一天都到不了我要到的地方。对不住了，冯彪学妹。其实我有点事要找魏楚，所以我临时改变一下主意，得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。来了。好了，到了。为什么下来？你飘飘学妹，手劲还是挺大。本来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但现在看来，好像这件事有点意思。爷爷说不可以在人前展露功夫，但是没想到，连我都骗过去了，你倒还真是深藏不露。魏楚的腿因我而骨折，所以爷爷对不起了。原来是你，混蛋！我来和他接触接触，相互学习学习。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我来。学长想切磋，学妹就献丑了。冯飘飘，引进落空。哎，行，我听你的。
谭林的拳法虽然结合了拳道的腿法和一些其他派别的技巧，但却留下了衔接上的破绽。没想到你还需要场外指导。舍己从人，虚实转换。意到之处，则随心所欲，境随心转。来啊，还要学吗？风飞飘，2分37秒，九分九。2分40，还不错。今天就先教到这儿吧。怎么样，教的好不好？还行吧。我这还行，我要不是为救你，我的武功都被暴露了。风飘飘，你这个人怎么只会打下巴？我告诉你，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就是蒙面女侠。你我给你们画画重点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看这儿。喂，那是我的车。